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恭喜您手上拿到新的 Jackie 无所不在。哇，这个喇叭太漂亮了！打开它之后，新品拿到手里有两颗，就是你喜欢的颜色。那里面贴着的时候会粘住，原因是提的时候才不会跑来跑去，可以固定它的作用。首先把 Power 打开，两台的 Power 同时打开。Power on。好，打开了以后 ，Waiting for a connection。箭头就是往前走箭头的地方，哦，你按两下，这样就听到连接了。再来，开启你的手机蓝牙，去找到一个 Thunderbolt connected。好，听到 connected Thunderbolt 进去了以后，连接了。首先这两个先连，连完之后再跟手机来连，手机可以控制他们两个了。那我们就来随便唱首歌咯，啊，记得从麦克风中间按下 Power 长按，那这个是回音，这个是音量，有声音的哦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开心的去欢唱了，就握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的 Jackie 无所不在呀。Yeah!